江兄弟们，纯爷们儿，现在直播间还有40秒开奖啊，1/2的中奖概率，兄弟们，现在是1/2啊，50%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直播间1000的抽奖了。还有30秒啊，30秒，现在只有俩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只有俩人。还有20秒了，我有点慌。我稍微有点慌。1/2。谢谢 DY 爸爸给我一次机会的10个飞机啊、哦！谢谢六群来了的飞机，谢谢 YG 新印社长。错了对手，这蓝枪近战喷人是真疼啊！回家了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给我们过了5星挑战任务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抠，穷途末路，一瞅好像是要来人啊，我这一看呢，走，插个眼的回家瞎眼吧，逼走，闪现走，穷途末路，这波是真傻逼，这波闪现本来不用交，哎呦，可以鳄鱼，哎呀，这老鳄鱼！不过我们一换一可以接受。别清我兵啊！我套你猴子的，这波兵你能清？你还是个人？你这一波兵你要给我清了，我就把你杀了！我跟你说，气死我了！这波兵能什么？我怎么杀？我用眼神射杀他。一Q。鳄鱼不打，我们就拆塔。蓝枪千万别越塔啊！哎呦，这鳄鱼，走呗！走呗，抠！
穷途末路。我在玩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高手遇到傻子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鳄鱼他能直接走，我以为他打我一套，他不想吃我额外的伤害，他能直接走。然后我往后边故意封了一个烟雾弹，你可能没看清，我故意往后边封了一个烟雾弹，我想预判他一手E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提前给他封烟雾弹，让他走不了。谁知道这鳄鱼不走，他在那站着不动。我现在咋办呢？我扣一下吧，然后我扣完以后他他妈跑了，瞎眼吧。你能理解不？哎，这能被打？我就拆个塔还打我？哼！烟雾弹，兵太多了，这试试我吧。别着急啊，等他放E，等他放二段E，不放的话就直接把他搂死。插个眼儿的，这蓝枪的英雄手感是真好，确实手感好，这英雄。把药吃了，是在虚张声势吗？其实我不瞒你们说，虽然我这英雄我不咋玩啊，但是那天啊，有个人要跟我 solo， 他虽然不是说是一个高玩吧，你知道吧，但是最起码英雄联盟技能平 A 他会，你知道吧，最起码英雄联盟技能平 A 啥的他都会。我跟那个人 solo， 那天我一朋友，我拿蓝枪他拿女警啊，他一个长手英雄，我一个短手英雄，他跟我说我一只手跟他打，让我一只手跟他打，我跟他打了，我们当时是赌了200块啊，我把他给赢了，我一只手就鼠标一只手操作，哎呀差一点点。哎呀，星石吧，是不是少的？不是，是一个男的，你们不认识。有游戏水平的一个男的，大概他的分段我估计在个白银左右吧。我用一只手跟他玩，他没玩过我。蓝枪出什么血？攻速鞋啊！我另外一只手在干什么？我另外一只手没操作呀，那不一只手玩吗？
我可没有刮胡子。害不走鳄鱼啊，害不走鳄鱼。看来鳄鱼已经放弃了。鳄鱼放松，伙计，把这蛤蟆给我杀了。哎我好玩的，我帮你打个蛤蟆吧，帮你打个蛤蟆。动，怎么回事？哪来的？试试我吧。扣一下。你好。瞎眼吧！你杀我，走位！哎呀，这怎么有点盐呢？这虚区是真的高。我先来个收集者。艾克抽神了，带个扫描吧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贡献了全队三分之二的人头，你这波算数没算错啊，我得表扬你一手。抓点野，鳄鱼为什么要瞅我呀？这个鳄鱼，我就去单带去了，你们打吧。这一把我们就不去打团了，跟这鳄鱼玩一会儿。先放一个峡谷先锋，造进100块钱。看看这波能不能一打二啊！瞎眼吧！哗，唰，飘，闪现，飘，又是你，
我 Q 你一下，人有点多啊，这有点打不过。溜溜溜溜溜，瞎眼吧！来 ，Come on baby！ 好阿闪，又是一波阿闪。你不会你就别玩行不行？瞎眼吗？嗯？哎！哎呦！我给你个 Q！ 来！瞎眼吧！啊！可以，终极爆弹不行，距离有点短。我的队友来了，我连皮孩都没有啊！瞎眼吧！我们先把这潘森给他锤了，抠一下。哎，鳄鱼死了。不行，这蓝枪的英雄，我们要队友劣势，我还真带不动。瞎眼吧！